喜肾不是绝症这样子，也可以好好的生活。选择日期，还有内容有没有过时？对，姿势先摆好，正确了之后，最后才开帽子。当我们在训练的时候，我们要非常的严格，它的每一个步骤，它的技术啊，一定要100%的正确。是一分钟之内，你要把250cc 的血液流出去的话，它很快就是低血压，然后就休克。当他快要准备掉血压的时候，来唱首歌吧。大家好，欢迎收看今天的志伟仁医守护爱，我是台北慈济医院陈绍志。肾脏是我们体内重要的器官之一，主要功能呢在制造尿液，以助我们体内排除一些代谢废物。但是根据卫生署的统计，目前国内大概有60000人因各种因素导致肾脏功能衰竭，也就是有了尿毒症，必须靠洗肾才能够维持生命。那在洗肾的过程当中，难免有一些并发症，像感染等会发生，而是我们所有医护同仁啊，以及广大的病友必须面对的课题。今天我们非常的荣幸，请到台北慈院洗肾室两位资深的护理师来跟大家分享一下长期以来他们在洗肾护理照护这方面的心情故事。第一位是黄护理师，非常欢迎您。全球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黄淑英护理师。是，第二位是简护理师，欢迎您。全球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简永维。那除了两位护理师以外，一如往例，由台北慈院医师群所组成的 GA call in 团队，在这段时间呢，接听你的电话医疗咨询，欢迎来电。第一位妇产部许耀仁医师，第二位临床麻醉科黄世仁医师，第三位肾脏内科吴哲雄医师。第四位大肠直肠外科陈庄伟医师，第五位病理科徐元东医师，第六位感染科庄涵炫医师，最后一位肝胆肠胃科陈宏达医师。两位护理师从事这个洗肾护理工作应该有超过10年比台北慈院的这个历史还要久，是不是先请黄护理师跟我们介绍一下目前洗肾的方式有几种，那它的特色是什么？我首先跟大家介绍一下我们的透析有两种方式那一种是腹膜透析，那一种是血液透析。那跟大家简介一下，那像腹膜透析的话呢，它是必须在腹部开刀植入一个透析导管。那血液透析的话，它就是必须在呢手上的血管上做一个动静脉瘘管。那腹膜透析呢，它是不需要打针，那每日呢要执行3到4次的换药水的动作，那每次约30分钟。那血液透析的话呢，它是每次呢要在手上的血管呢打2针，那每周呢要执行3次，那每一次呢是要4个小时。那腹膜透析呢，它是在一个密闭式的场所就可以开始进行。那血液透析的话呢，它是必须到医疗院所那腹膜透析的话，它的时间是弹性的。那血液透析的话，它是时间是固定的比如说它安排每个礼拜的1、3、5或是2、4、6的时间，那它就必须按照那个时间来洗肾。那腹膜透析呢，它是由自己或家人自己来操作就可以。那血液透析呢，它就一定要由医护人员来帮忙操作。那腹膜透析呢，在饮食方面，它是不用限制青菜水果，那适度限制糖分。那血液透析呢，它必须要很严格的限制青菜跟水果水分等等。是。那呢，这个就是我们的腹膜透析呢，在训练病人技术上的一个道具那呢，这是我们的透析液药水。那我们就是经由呢，药水就是经由这个导管呢注入到病人的腹腔当中，那停滞留置4个小时，那再由呢腹腔呢中引流出这个药水来。是，所以两种透析方式各有特色那
其实不管是血液透析还是腹膜透析，对病人来讲都很重要哈，每一个步骤都非常重要。所以接下来呢，我们再透过一段影片来看一下，两种透析实际的操作情形。豆妹，要不要跟镜头嗨一个？台北慈济医院最早迎接来院大德的，正是肾脏科血液透析室的医疗团队。七点开始，肾友们来到熟悉的位置，一周三次，一次四小时的血液透析过程。如此长时间的相处，让血液透析室成为肾友们的第二个家。好了，痛的来了。上针量血压是血液透析的标准程序，其中扎针的动作对于肾友来说，除了免不了的疼痛外，如遇到血管情形特殊的病友，处理时就需要格外的谨慎。我这个血管啊，从这个动脉这边过来了以后，都是弯弯扭扭，技术不好的人出状况，你必须要重新把这针盖起来，重新再打第二针。这就变成三针了，很痛苦。从血液透析室启用就在这里照顾病患的护理师简永威，七年多的血液透析经验，加上细心又爽朗的个性，让血管特殊的汪贝贝指定让他服务。因为他是接触的是血液的方面的问题，所以你要特别小心，每一个步骤每一个环节都不能漏失。人也很客气，他愿意帮助人，我就问他可不可以帮我打，给他摸摸摸了以后没问题。看似简单的上针动作，却不是人人都做得来的功夫，背后累积了许多的努力与经验。个性爽朗的永威在专业之外付出的爱与散发的温暖，抚慰了病友们不安的心。除了血液透析室外，自主性强、无法定时来医院报到的肾友，可以选择居家的腹膜透析方式。你要慢慢去适应。对，你的肚子像那个水暖暖的。我们今天水没有装很多。好高兴，恭喜你毕业了，终于学成功了。对对，患者家属开心地抱着护理师黄素英，因为今天是她第一次替先生完成腹膜透析的工作。林太太当初来学习的时候，就因为步骤太多记不住，因此沮丧到想要放弃。然而在黄素英的安慰与鼓励下，现在她也学会了帮先生保命的透析方式。好，记得手心对手心，好，戳十下。因为我也是笨笨的人，我再怎么不会哦，他都会慢慢教我。你记得哦，一个动作再来哪一个动作怎么样怎样，他都告诉我那个秘诀，我还是搞不清楚。检查日期，还有背面有没有破损？哎，姿势先摆好，正确了之后，最后才开帽子。我心里很难过，我说我想放弃了，啊，师兄师姐很好，他说不要放弃，慢慢学。当我们在训练的时候，我们要非常的严格，他的每一个步骤，他的技术，啊，一定要百分之百的正确。嗨，阿姨。对于腹膜透析的病友来说，每个步骤都与自己的生命息息相关。在全方位谨慎且严格的把关下，台北慈济医院腹膜透析室在腹膜炎比例的控制与照顾上，荣获国家品质标章的肯定。这除了是一份荣耀，更重要的是保障了来院大德的健康。他真的很有耐心，很有爱心，很有很多心呐、啊，我不会讲，就是千言万语的感谢他。我希望再来拥抱他一次。洗肾的这个工作看起来好像是一些机械化一个动作，可是其实每一个步骤对病人都很重要。是不是请两位再跟我们条列式的整理一下，就是在洗肾的时候要注意哪些的事项，那为什么？黄护理师，像腹膜透析的技术，将来是病人要在自己家里的家中操作，所以呢，当我们在训练病人呢的技术过程当中，我们是相当严格的。那像包括准备环境开始，我们一定要病人关门窗啊，然后把冷气啦、空调啦、电风扇全部都要关掉，避免灰尘。那再来呢，请病人呢或家属一定要戴口罩。那呢，我们也有自己一套标准的洗手法。那像我们教他们冲水哈，一定是从指尖冲到手肘，啊，然后手一定是要冲完摆这样子。这样子的话，脏水一定会回流。所以呢，我们有教了他一
套标准的洗手法。那我们希望病人呢回到家中呢都能够按照我们护理人员所教的技术呢正确的做。那我们会定期找他们回来考试。那也有病患啊，他就觉得啊，我们为什么要这么的严格？他们也有这个疑问。那这一切的严格都是为了病人好，因为呢将来他们要在家中自己操作，我们呢要避免他们呢在家中得到腹膜炎的机会。是，那简护理师有没有什么补充？在血液方面的血液透析方面的话，就是我们俗称的洗肾。那其实很重要的一点就是，病人两次透析当中他不能体重过重超过5%。是，那因为病人如果体重过重，他水分过多，他很容易造成透析当中他会有不舒服的症状，然后或者是他会肺积水，呼吸很喘促。然后二来就是在洗肾当中你要特别注意他的血压的状况。那因为其实像洗肾病人他血压变化最大，因为血液是在体外循环的。然后第三点就是因为我们可以看到那个血液透析它的管路的问题，那你一定要把管路每一个地方都要粘贴得非常好非常牢固，因为那个针尖是非常的粗的，如果你没有粘好固定好的话，很容易滑脱，那造成病人的失血。因为病人他本身洗肾透析病人他的贫血就比较严重，那你如果再让他血液流失更多的话，其实是对他来讲是一种伤害。是，那在影片中我们看到哈，有位老先生是潘老先生嘛哈，他这个特别打针要指定您哈，因为我们知道一次要两针哎，那一个礼拜如果三次等于要六针，所以这个打针技术可以讲很重要。您是怎么样练就这一身好功夫的？其实技术好像言过其实啦，其实我觉得最重要是你跟病人建立好你的良好的关系，他信任你，然后你在打针之前你一定要先评估好血管，然后再和病人沟通有哪个地方是他觉得会疼的地方，你就避开他那个会疼痛的点，然后或者是上一次打针的地方你也要避开，然后告诉他你要打针的点，让他放心让他安心之后你再来打，千万不要贪快。因为其实汪贝贝他是很小心很仔细的人，那其实我觉得最重要是你事前的沟通，然后你的准备工作。其实有时候我们也不愿意把病人打得不好，对啊，因为你也看得到那个针尖是非常的粗的，其实很容易有时候打不好他就血肿了。可是我觉得我们护理人员很重要的一件事情，我们要勇于认错。当你打不好的时候，你要当下就要认错，而不是说啊你血管不好或者让病人很受伤的。那你认错之后，赶快做紧急的做处理，我相信让病人的那个伤痛减到最低，是让大家会更好的一件事。是，那黄护理师，我看您除了教这个患者这个腹膜透析以外，好像他们有一些大小事情也会请教您，像出国也会跟您商量哈。那这个是为什么？有没有什么特别的原因？像病人呢要出国哈，我们都会宣导他们哈，不要带去一些太落后的国家。那当病人决定要出国时呢的前一个月呢，他一定要来跟我们讨论呢他的行程还有送药水的地点。那我们会协助病人跟药水公司联络，然后帮他们订药水，那在病人抵达之前呢再确认将药水送到。那在病人出国前呢，我们也会特别跟他叮咛一些注意事项，比如说要注意换药水的环境啊，还有出国呢要注意一些饮食上该注意的事情等等。那我们希望呢病人是可以呢平平安安的出国去玩，然后也可以快快乐乐的回来的。是啊，腹膜透析好像有时候要回诊哈，那这个时候您如何来担任这个患者跟医师之间的这个桥梁？我们的病人哈是固定一个月要来回诊一次，那病人回来回诊哈，他不是先去找医师看诊，他一定要来找我们，就是主要负责他的护士。那我们呢，第一个会先帮病人换伤口，来看看他的伤口状况，看他平常在家里照顾的情形。那第二个呢，我们会呢跟病人讲
结当月的抽血报告，那针对异常部分要先给予卫教，那再来呢我们会看看他呢的一个透析记录本，那看了解到他平常的血压啦、体重啦，还有呢他是不是有水肿的状况或是有脱水太干的情形哈，我们会针对这方面给予一个药水浓度使用上的指导。那进一步呢我们也会去了解到说他平时的一些饮食啊跟身体各方面的一个状况，然后他最后呢才是呢去看诊看到医生。那我们会呢协助，因为经过刚刚一连串的了解评估之后呢我们可以协助医生在看诊的时候呢可以呢很快的马上找出呢病人的问题，然后给一个完整的医疗，是对医师的帮忙很大哈。那由于洗肾是一个长期的这个医疗工作哈，短则数年，说不定会超过十年、20年哈，所以很容易医护人员跟病人之间会有一种很长的情谊。接下来呢，我们就透过一段 VCR 看一下我们的温馨医病情。透析团队的照护更是来到病患家中，护理师黄素英这次前往肾友叶吉生的家，除了了解他日常饮食，检查透析液的保存方式，更重要的是要确认执行腹膜透析的步骤是否100%符合规定。好啊，叫您囝给你换药啊，你要先帮他换药吗？你们平常都怎么准备换药？门跟他门都要关哦。爸爸这个之前就是因为伤口发炎，后来又重新开刀再换另外一个位置出来，所以我们真的要很小心很小心把他的伤口照顾好，一圈一圈慢慢往外插。他是关心说我这个病症买过上太严重了。透析完成，黄素英还是不放心独居的叶贝贝，除了肾脏的问题外，对于他糖尿病、高血压等问题更是每次叮咛的重点，真心的付出爱与关怀。对于素英来说，叶吉生不只是肾友，更是自己的家人。阿贝曾经很沮丧，说他不想活了，其实我是要告诉他说其实有很多人关心他，他并不孤单。家己爱保重哦，好不好？好不好？爱顾爱好哦，家己爱顾爱好哦，好，讲真正的哦。台北慈济医院血液透析室与腹膜透析室护理师，除了用专业守护来院大德的健康外，用心倾听，用爱关怀，更是他们和这一群肾战士一起并肩对抗病魔的秘密武器。台北慈济医院血液透析室传出洪亮的歌声。86岁的体育退休老师潘源洗肾已经6年了，只要洗肾时遇到护理师简永威，洗肾室顿时成了两人学习唱歌的教室。他知道我会唱歌，他就逗我唱歌啊，他自己就真掉几句来，他就引诱我，我好嘛，我就跟你一起唱。当初其实请他唱歌这件事，是因为他常常洗肾当中他会掉血压，当他快要准备掉血压的时候，来唱首歌吧。潘老师6年前来到血液透析室，第一位遇到的护理师就是简永威。虽然也曾经短期到其他医院洗肾，但最终还是习惯回到台北慈济医院。我说暖了，我说我一定要回来，我还是就睡我那个床。那个小姐也不错，我们理事长也很好，就给我好帮我还弄回来，所以一直洗了大概6年了吧。视病由亲的护病情不仅仅在医院，而是从认识的那一刻起就随着时间不断地持续下去。虽然我可能只是一个小小螺丝钉，我可能帮助不了那么多人，可能我没有这么大的能耐，但是我如果把我周遭的人顾得非常好，他开开心心的来，开开心心的回去，他的身体是健健康康的，我觉得我做到了。影片中这个两位跟病友的互动非常的热络哈，尤其这个简护理师，您怎么会跟其中的这个老婆，这个老伯哈，有着这个好像一起唱歌的，这是什么样的一个因缘促成你们有这样的互动？
其实当初他来的时候，他实在不能接受他牺牲，因为他是体育老师，他觉得他只是陪他老婆来做检查的，没想到就宣判牺牲是他，所以他完全不能接受。他告诉我，常常会告诉我，他人生没有希望了，他已经80几岁了，我就等死吧。那有时候听了当下，我们觉得我能做什么？可能要做卫教一些工作，他都不愿意接受，那我们就请听吧，就把他的心理上的难过啊、不满说出来，至少有人愿意听他说话。所以这当下我就知道，他之前是唱京剧的，可是京剧其实我实在听不懂。那我想说，那会不会唱歌？好，会。那好，那我们就每次来刚开始只是玩游戏好了。你如果会唱歌的话，那多背一些歌，然后慢慢的他会唱100首歌，来送我一歌本，然后他是自己亲笔写的，每一字每一笔都是他写的，然后在透析当中，他有一阵子是突然是血压会容易掉下来，不论是做了任何处理都没有办法说能够让他更舒适的那个状况。那我想说，既然会唱歌，我们来唱唱看试试看，就误打误撞，真的血压还不错。是，那刚刚开始的时候，您有跟我稍微透露说，你本身好像也有点泌尿道的问题哈。那可能这样子，你也比较容易体会这个病人的心情。这个跟您进台北慈院急诊室工作有没有一些关系？也是其一啦，因为我是生于肾炎，已经好多年了，所以有时候那个当疾病来的时候，它是突发的。那它有时候会半夜，它就会寒战。当你冷得要命，然后又突然就发烧，那个苦其实说不出来的。那虽然药物可以暂时缓解那个疼痛，可是那种心理那个磨折是很痛苦的。那我的疾病有时候只是突发状况，只是一个礼拜。但牺牲病人，你就要想他是长期的，10年20几年，那所以他当下也是会有一些情绪发生。所以我想说，如果可以的话，我愿意，你只要你肯说，你愿意说，我愿意倾听，我可以陪伴你。那我觉得我们护理人员其实不一定要很高明的智慧或什么，但是你只要愿意陪他，我觉得他就愿意再继续为他自己的生命留点色彩。是，那两位从事这方面的工作哈，超过10年，比这个台北慈院的这个院士还要长哈。那黄护理师是不是可以分享一下一路以来的你的这个心情故事？我跟永维是从医院起业到现在哈，我们两个人是同一天来这边报到。那我们两个呢也很喜欢来这边工作。那最主要是我们遇到了一位很好的黄思群主任跟黄瑞玲护理长，他呢带领着我们这个团队哈，不管在病患啊的医疗上，或是同事呢各方面的相处上，都相当的用心哈。那呢，那把我们这边经营像一个大家庭。那我们每个人6位医师跟将近50位的护理人员大家就像一家人这样快乐的相处着，所以我们的向心力呢都非常的强。是，那非常谢谢两位跟我们简单的介绍两种洗肾的方法，也跟我们分享一些跟病人之间的心情故事哈。那我们收获非常的多哈。那不过故事再怎么样动人啊，希望我们全球的这个观众朋友呢都能够呢爱护自己啊，这个不要呢让这个洗肾找上你自己哈。啊，志伟人一手外，谢谢你的收看，我们下次再见，感恩。